咁調查結果就顯示咧，有 71% 嘅受訪者，超過七成嘅受訪者咧，係認同需要咧遵從全國人大嘅決定去完善香港嘅選舉制度。咁另外咧，亦都有 71.1%， 即係超過七成嘅受訪者咧，係認同完善選舉制度咧係有利於保障香港嘅繁榮穩定嘅。香港是一個自由發聲的社會，全部人有不同的看法，但在我們今次的調查證實了大部分的市民是相信改善選舉制度是對香港一個很大的幫助。我們在調查當中是看到其實大家都已經接受了愛國者治港的這個原則和這個底線，大家都會看到過去香港的因為選舉而產生種種的混亂情況，包括是被即是我們的選舉制度被利用為顛覆國家政權的一個工具，甚至乎呢因為選舉而製造出社會的種種倒退的情況呢，在今次的調查當中顯示到市民是有些厭倦的，市民是希望呢穩定個社會，同埋呢希望是愛國者治港的那個目標呢是相當明顯的。